冷大侠，请留步。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。哼，做事？我只高兴做我自己想做的事。要我帮忙，看我喜欢。你喜欢什么？你长得不错，我喜欢你，这就是条件。怎么样？嗯？你。你这话当真？一诺千金，绝不食言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能为我报了父王之仇，我也就心甘情愿。父王？你是？不错，我正是大明王朝三公主。啊，公主，庶民无礼，不知者不怪罪。冷大侠，我会依你的条件，只要你帮我杀了叛贼李自成。公主为国效忠，令人钦佩，冷某岂敢有条件可言？任凭公主吩咐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哈哈哈哈。哟，大王，那您自命为风流鬼了？嗯，我的小美人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本王呢？难道本王不如你那关外的吴三桂？大王请息怒，大王乃古今风流人物，当今朝野有谁能比得上您呢？嗯，我的小美人，瞧你这样乖巧的小嘴儿，怪不得吴三桂被你迷得神魂颠倒。嗯，大王。哎，圆圆，嗯，你弹奏一曲为本王助兴吧。是。